好吗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你好，卢台长。啊，你好。他想问，1955年，男的，属羊的。1955年，男的属羊的。羊的。看到了。癌症。看到了，你不讲我知道。哎呦，有点晚期了。现在很痛，很痛。晚期听得懂吗？晚期。嗯。明白吗？知道，知道，明白，知道。他的血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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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血液还有骨头，啊，都有一点癌细胞在流，听得懂吗？是，因为他的颜色血液都变了，已经看上了，也医院那边说，啊，我告诉你很麻烦的，要怎么样？他有沙叶，有沙叶，有啊有啊，鼓掌。我告诉你，我看看啊，还能再拖点时间，明白吗？他人是挺好的一个人。好。啊，是你老公是吧？是。啊，他人是挺好的。是。很，不是说像做坏事的人。是。我看他的图腾也不是太坏，但是他主要是杀业的报应。哦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赶快给他多放生，是，好吗？好。把家里啊，你们家里还藏了一点钱呐、啊。好。啊，把它拿出来放生去。放生多少啊？啊，我都看到他家里钱藏在那个小房间里，我都看见了。谢谢。对对，看见不啦？对。啊，嗯，存在银行里的比较少。因为现在利息比较低，你要拿出来放生，听得懂不啦？懂，知道。全部要放，一点点放，先放14000条，好吧？而且每一次放的时候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先生多活一点时间，我要让他现身说法。你要叫他吃素，他能做到的。是。你的先生人蛮好的，他人不坏，就是杀业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要救他，两个家里的人都要帮他念小房子。哦，好吧。多少啊？小房子我看一下啊，先念420张。420张，好吗？知道。嗯，你要记住，还有拿出来49张给你家里房子的要经者，因为你们家里有一个鬼老搞你们，所以你们家里经常会有声音的。是不是首先给他先？一边给他，一边给房子的要经者，49张。房顶上没有声音啊？厨房间、卫生间、房子里上面有声音不啦？有没有声音？间中有。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有的。讲给你听好不啦？在哪里？进门，左手边。进门左手边。好，那个地方。经常有时候门黑，嘣一下子关起来了。有吧？有啊有啊有啊！有啊有啊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我比你在你家里还清楚呢。他说那他的老婆他说今天法院起诉了。他老公是吧？是我自己。他自己。啊，你法院起诉了？是。嗯，很好，你救他吧。好。好吗？嗯。有没有哦，等等等等，他有一个地府的业。这个差就是鬼差啊，在他身边，要带他走。求求观世音菩萨，让他先离开，给他个机会。求求观世音菩萨慈悲。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卢台长。那你念的小房子要给他的啊，一定要把他自己还债还完的啊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开玩笑连你一起走掉的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呢、啊，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是，哎呦，这个不好哎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占人家便宜。听不懂啊？听懂，要改的，要忏悔的。你不忏悔，菩萨怎么帮你啊？刘团长，他是1960年的，
他自己可不可以帮他看一看呢、啊？好了，不能多看了、啊。他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他主要问题一个腰不好，腰冇啊，还有心脏不好，胸闷。胸闷，对，好，好，好了。卢台长，我的脖子上有一个肿瘤啊，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？你今天不能问这么多了，啊、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吃素。我已经吃素了，吃了多少时间了？大概八个月左右。念经有念经有吗？有有。我告诉你，你感情上一定要跟我当心一点，不要乱谈恋爱。已经离婚了，现在一个人了。所以你才对，所以你才乱谈呀？听不懂啊？忏悔，忏悔，忏悔。卢台长，我多少篇那个礼佛忏悔文的一天？你呀、啊？那。你每天要念五遍礼佛忏悔文。功课怎么样？因为我这几个月我已经T3 T4 已经验了，但他们说在中间没事的，但是这里又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你除了吃牛黄解毒丸，吃全素。你然后呢？自己做人做事情要稳扎稳打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了，明白吗？还有嘴巴里不要乱讲那种不好的笑话。网上不要看，因为台长刚刚看图腾，看到你在网上看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。以前了，现在也有。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好好忏悔。我看不见。那么，功课那边怎么样呢？什么？你要是再看下去的话，你不会好的。没有，谢谢卢台长，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不敢叫我看下去了，再叫我看下去，我看得出他看什么东西的。